你不喜欢这种地方？我不喜欢任何麻烦、费力且危险的东西。哦。江先生，这位是？小鹿。今天时间还早，不如我们先比一场，然后再去吃饭，怎么样？如果他再不配合，我会把你们公司这几层楼全都收回来。没问题。那我去那边等你们啊。我先去换衣服啊。江总，我在下面给你加油。你别忘了你过来的目的，你过来就是为了解决他。我恐高。那真遗憾，你可以走了。哎呀，这机会摆在你面前，只可惜你自己抓不住啊。我可以试试。你这么快就不恐高了？相比恐高，我更害怕失去机会。我们打个赌吧，赢的人可以向输的人提一个条件。小朋友第一次玩，金小姐不介意我们两个人一组吧？当然没问题了，来吧。喂，不许失败。不行，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，不能输给他。预备，开始。不是恐高吗？这项测试算你通过。